号视频一下。我说咋视频？就是那种，那种视频。我说你和六号自己谈嘛。猥琐的人啊。去打去。不投啥呀？啊操！这走了，我操，这么快！就走了？啊？谁呀？这号是不是公会？没有啊，阿涛委托我们帮他播的，你以为？大哥，可乐哥没有啊？阿涛委托我们帮他播一下。我发现小妹时间挺闲的，非常闲。帮忙一下，是帮忙一下。老挝人还是挺守规矩的，你看一个草坪，那么多人坐，就没有乱扔东西的。我想乱扔东西，我看。哎，素质啊，虽然他们国家很穷，但素质很高的，素质就是自己的号不播了吗？涛啥时候播？涛回到郑州站了，涛已经回到郑州站了，涛已经回到郑州站了，哎。飞龙在天，那就是不播了呗。对哦，很正确，那就是不播了。这他娘的是来，是下车了还是没下车？那么点人啊！知道了吧？玩的时间充足，我也是，我的时间就剩下玩了，我也在玩。小妹姐，我也在玩啊。小妹姐，我也在玩啊，哎，小妹厉害啊，非常厉害，牛逼了，小妹。涛不去老挝了，应该来不了了吧？